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周年庆摸彩活动的特别节目。这边呢，要先恭喜前两次啊已经获奖的观众朋友，不知道您啊是不是已经领奖了呢？在这边啊，小林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，一定要在今年的12月31号以前完成领奖作业哦。预期的话，我们就算是自动弃权喽。而今天呢，是我们这一波摸彩活动的最后一次摸彩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加码抽出我们价值50000元的5星级总统套房住宿券，是位在我们乌日的清新温泉饭店。那在这边呢，要先预祝大家都能够中大奖喽。那为求我们活动的公平公正呢，我们这一次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廖培峰廖法务来我们做见证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抽奖大来宾喽，欢迎我们大屯有线电视的总经理廖仁南廖总，廖总好。主持人好，廖法务好。是，那我们在摸彩之前呢，赶快先请我们的总经理为我们观众朋友来说几句话。各位亲爱的大屯有线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天气转凉了，请大家注意保暖，并预祝圣诞佳节快乐。感谢大家对大屯有线长期以来的支持与爱护。从8月份开始，我们凡是办理自动转账的用户就可以参加摸彩。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摸彩活动，公司这次特别加码5星级清新温泉饭店的总统套房住宿券，祝大家今天都能开心得奖哦。是的，那我们要赶紧来进行我们的抽奖活动了。我们有请我们的廖总为我们启动电脑，来抽出今天的大奖得主。那各位看到这边是我们大屯有线哦，这是我们的客户的编号。那系统在跑的同时呢，小林要在这边啊特别跟观众朋友来介绍我们的清新温泉饭店哦。它是在今年啊获得了5星级饭店的殊荣。在餐饮的方面呢，我们有星彩西餐厅，以及我们的天地一家餐厅，还有日式料理的景餐厅。另外除了餐饮的服务之外呢，我们的温泉也获得了日本温泉协会的一个认证哦，所以呢是民众冬天泡汤住宿的好去处。另外在用餐的同时啊，还可以欣赏到我们大台中地区的美丽夜景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看到系统台慢慢的在跑，在我们西式餐券，再来是气炸锅、逍遥游、双人房住宿券，以及我们的最大奖总统套房住宿券已经顺利抽出了。我们恭喜这个编号64084的观众朋友，恭喜您哦。那在这边呢，小林要再特别提醒观众朋友，一定要在今年的12月31号以前完成我们的领奖作业，预期我们就算是自动弃权咯。所有的得奖者我们会在系统的官网以及我们的脸书粉丝团上做公告，另外也会个别通知我们的幸运得主咯。今天谢谢我们廖总以及廖法务，谢谢，谢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咯。那预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拜拜。